第三位大姐要做一个土豆香肠鸡蛋饼，那土豆香肠鸡蛋饼听名字就知道得有土豆，土豆鸡蛋得有香肠是吧？对，那今天大姐把这个香肠呢，饼肯定最后出一个饼对吧？对，咱今天大姐把这个香肠切碎了，还配了一点芹菜丁，菜丁、胡萝卜丁，胡萝卜丁，对，然后土豆蒸熟了，土豆都蒸熟了。大姐这个蒸的时候是不是更不容易熟啊？如果是想让它熟的快点的话。 就是把它皮去掉以后，切成片，切成片，切成片了，这样会快一点。明白，明白。今天我给大家试，就是拿了一个整个的土豆，看那都去皮，蒸完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。明白。这样我把它皮剥了之后，我教大家怎么来做这个土豆泥。哎，这个土豆泥我们在家也做的时候，就像做鸡刨豆腐似的，反正就是放在这个盆里或者碗里面，就随便用筷子捣一捣。 你有更方便的方法吗，大家？这个窍门我记得我在这个宝贝厨房做了好多次了吧？需要保鲜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来来来，大姐，需不需要它？对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大伙看到啊？哎，是不是我做了好多次啊？几下它都变成土豆泥了，是吧？对，包括山药啊，嗯哼，还有芋头啊，紫薯啊，包括咱们说的红薯啊，对，红薯。 要做成名是都可以，你看，这方式又干净又好。厨师，你做的饭真是好吃啊！刚才吃了，吃兴奋了，现在等着第三个的，馋成功上来了是不是？绝对的，我也被你勾出来了。辣椒你，当然，谢谢。来，大姐，我把这个土豆泥给您请出来。好，哎，再来个土豆泥，已经在把它擀碎了，擀成泥了，需要加盐吗？盐，对，我帮你。好，把这些，够了，再来一点，够了，我们清淡饮食。好嘞，够了，你够了哈，好，把这些都加进去。好。 继续用手套呢，然后继续用手套，配个手套是吧？好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简单一做，你看颜色很好。是的，对吧？感觉大姐，你这个感觉像做一个馅儿似的。现在我就现在做个饼，放点面粉，因为它这样没有韧性。哦，我理解，放上一点，好。 头都太干的话，给它稍微加一点点水，要加一点水，大姐，因为加点水你更利于它操作成那个团儿。对，我觉得还应该再加点，大姐。够了，有点干吧？试试哈。嗯哼，干吧，再加一点。你看看，好，跟大姐混了几年之后呢，现在对面点也略有一点感觉，是吧？对呀，学着好，大姐。OK。你喜欢吃土豆吗，宝宝？喜欢。喜欢是吧？ 我也喜欢吃土豆，因为土豆的话，我发现周围很少有人不喜欢它。不管你是老年人、中年人还是孩子，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也喜欢喝巧克力牛奶。喜欢巧克力牛奶，甜的是吧？ OK， 你吃这个可以配个巧克力牛奶。来，大嘴，麻烦你给我倒锅里倒点油。需要蹭一点油吧？是不是？油，好，厨房用纸蹭一点油。OK， 一点油。 好，来，这个活交给我，麻烦大姐把那个油给我。好嘞，来，大姐。好。好嘞，哎，蹭一点，就像做那个煎饼果子一样。对。给那锅底蹭上就行了，是吧？对。大家看，哎，好嘞，然后呢，大姐？这个期间呢，就把这个小饼放上去，就是给它像糊饼子一样糊上。对，看。 哦，明白，那底部的火力最小，可以吗？底部的火力最小，可以。最小，好，就是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，大姐。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这团这个再来一点点油，那个油有点少。我觉得有点少，大姐。刚才的时候我涂的时候就发现了。哎，这是煎的，金黄色要成那个。哦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好嘞。那我们要是把这个蒸好的土豆啊，然后拍成饼，这样放在锅里面，其实煎的时间很短的。很短，你看这。 就包括这个芹菜呀、胡萝卜、火腿都直接能吃的东西，确实，所以说它就不怎么入火。哎，确实，只有把它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了。明白，明白。因为土豆也是熟的。确实。对。好嘞，那咱们把它团好，那怎么证明它熟？什么时候翻面呢，大姐？这个要等个三四分钟。三四分钟。对。好。哎，要粘。这个要多次的蘸油，因为这个。
要不它粘性太大了吧，手上。对，因为手上土豆泥它是粘的嘛，拍的时候，哎，拍的时候要不都粘在手上了。确实，我能理解这个意思，大姐。嗯，好。好，那什么时候翻面呢，大姐？定型之后就可以翻。定型以后，下边变底部一定要变成金黄色。好，就是这个温度哈，一定要最小的火。哎，微微的一点是吧？大姐加油！加油。哎，这应该算是韩式的一个土豆饼了，是不是大姐？啊，非常好的面子，我要出锅了。来来来，土豆饼出锅了，是不是大姐？土豆早餐。哎，土豆早餐，对呀、啊，好嘞。你看它很软，哎，很暄是吧？对，真棒啊！你做的时候看它还。土豆饼好好吃、啊。闻起来就好吃，对吧？嗯，你说什么，大姐？我说你看着咱当时做的时候觉得很结实，很那种感觉，当时出了它还松很软，很好是吧？很好。来吧各位，现在我们就送上餐桌，来吧。制作土豆香肠早餐饼所需的主料有面。宝贝，露一手吧。如果您想用最短的时间搞定孩子上学前的早餐，那么今天这三款面点，希望你能够在家里试一试，准保你试过一次之后就会感叹魏大姐的方法真是太妙了。今天谢谢魏子姐精彩的创作，感谢魏姐，感谢，不客气不客气，也谢谢我们两位可爱的嘉宾，谢谢。希望回去的时候呢，俊俊奶奶也经常给俊俊呢做这样的好吃的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喽，拜拜。